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大家好，我是单依纯，我是黄宗凡，歌手刘宇宁，小鬼王林凯，陈卓璇。从初夏到初秋，孽缘计划就这么水灵灵的收官了。很高兴可以来到这个节目，感觉自己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，不仅认识了很多很多好的新朋友，也尝试了非常多不同风格的歌曲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为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带来更多的加成和意义，但是因为有合作过很多次的老师们在，所以也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。相信大家和我一样，在节目里听到很多风格的原创作品，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，同时也借此机会让大家看到了我在音乐上的 A B C D 等等很多面。每次音乐舞台都是在反复尝试吧，然后反复打磨，反复打磨下呈现出来的这个每次这么棒的舞台，我觉得音乐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的。作为歌手王林凯来这个节目，我就想做一些很酷的尝试，唱一些不一样风格的歌。做原创音乐是一件又难，然后但其实也简单的一件事儿。简单是因为它就是由心而生。哦，你想要做什么，你就在音乐当中表达。难呢，它是要抵达每一个听众的心里。完全的原创形式，既是风险，也是双赢，很难不说这是一档非常有意义的节目。为原创新生力量发声，也能够让我这个空壳在填满的过程当中拥有了更多的意义。感谢各位老师在这段时间的辛苦付出，祝节目越来越好。希望大家也能积极支持华语原创作品，给予音乐人更多的力量。未来呢，也会继续有更多好听、优秀，也许你们会喜欢的音乐来尝试。感谢每一个为音乐努力的人，咱们一起加油。希望我们每个热血的夏天、美好的夏天、热浪的夏天都能见面。期待我们未来的舞台，再见了。加油，我们有缘再见。